肉格子。节奏，我觉得是一个歌的灵魂。这个律动能不能让我起鸡皮疙瘩？这是最直接的一个东西。大家固有印象里，鼓手可能只是一个节奏的把控者，他其实是一个指挥。你走着走着走着这段，然后鼓突然就变了，观众就觉得哇，打开一片新世界。打鼓它带给我更广阔的空间，我跟着那个律动可以随性的把自己的另一面去挖掘出来。我希望可以通过鼓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探索未知的但是又特别新鲜的一个领域。